这再次印证了所谓国家安全理由 5G 技术风险不过是美国用来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幌子。美方推出的清洁网络是胁迫外交的代名词。从东芝、阿尔斯通到华为，再到三星、台积电，美国胁迫外交的受害者遍布世界各地。美国的霸凌行径必将遭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抵制和反对。